小朋友高水的梦游，两人一组欢喜来捡到瓶瓶罐罐加粪扫。这是台南市嘉义西子会七号要举办的西子友爱环保星净滩公益活动的宣传海报。咱在地沿海遮遮真侪美丽海岸线，尤其是咱马沙沟海水浴场是其中的代表性。啊，么看伊遮久吼，拢安尼，着因咱遮的环境的原因吼，也有一挂鹅皮啊，吼，啊一挂啥漂流物啦。啊，一寡粪扫煞较侪吼，啊，就是说来怎啊，当来花莲怎啊，大家三兄吼，怎啊共襄盛举，讲要来甲咱这个海岸线甲整理哦，较舒适的。担任这次活动的执行长林坤旺表示，会长王国贤主导净滩公益活动，受到各西友的支持甲响应，并得到一个厂商的赞助。同时呼吁到国际西子会、世界总会、台湾总会所重视的环保问题。啊，所以讲，阮王会长这次伊也号召所足侪厂商吼，有爱心的也好，啊，对环保有关心也好，啊，来支持这次的活动啦吼。活动除了进行着海花净滩之外，现场嘛有安排着节目表演、舞步道、歌手、萨克斯风等等的欣赏，并捐赠着北台南家父中心50,000元的助学金。我也先说啊，伫迄个庆祝中秋啊，即个囡仔吼啊，拄啊咧开学啊，即个奖学金啊，助学金嘛较少吼啊，所以阮也即趁着即个啊做啊庆祝中秋之余啊，响应环保啊，先说要来用50,000元。哦，即个学生囡仔吼，啊来咱斗三工，啊，互因过一个较快乐的啊儿童吼，即、這个欢乐时光啦吼、啊，有舞蹈，啊有唱歌，啊有像阮西嘉义西子会，啊有咱的歌唱班训练出来的合唱团吼，啊表演也非常精彩啦吼。净滩公益活动七号上午在将军区马沙沟的海水浴场来举办，免费入场，欢迎大小朋友踊跃来参与，做伙来净滩，保护海花爱地球。咱这是本港政府嘉义采访报道。